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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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放掌。今天下午要和大家报告的题目是净土宗的戒律观。本来近期啊，我们有一些女众师父受戒回来，那男众也有师父受戒回来，本来就准备就这个议题跟大家讨论一下。那刚好呢，昨天我们圣量法师也为我们上净土宗戒律纲，这个就是戒律学纲要啊，为净土班的学生开这门课。那昨天同时收到上人的一份开示啊，我就觉得说特别的到时机，好像神通一样，知道我们要就这个问题要讨论的一样。那上人这篇开示呢，是11月12号晚上6:30开始的，今天15号，所以时效性哈特别强。那上面有关开示的内容啊，底下我会边读边说明一下。那一开始呢，我会有一点，我自己列了几点跟大家说明。那我们这个团体是弘扬阿弥陀佛的救度，专修念佛的团体。但是这个念佛的法门呢，释迦牟尼佛在经中说啊，是难说之法，难信之法。这个难说难信，其中也体现在如何对待戒律，如何啊这之间的分寸来把握。所以在这方面呢，往往也会有内外两方面的质疑啊，甚至呢疑惑不解，甚至误解，甚至错解和曲解。就外界来讲呢，往往有这么几点，觉得说，哎，这个弘愿寺啊，你们专修念佛，专弘念佛，这也不错。可是如果能够提倡戒律的话，那就更圆满了。哎，你们怎么不提倡戒律呢？这是一个。然后由此呢，又有一个，哎呀，弘愿寺就是讲念佛，他们是反对持戒的，这就变成反对的。然后再上下说呢，他们就是提倡不持戒的，这就变成提倡不持戒的，啊，这个就是明显的是错解误解了。那么在内部来讲，所以内部就是说自认为在同意我们的观念，修学这个念佛法门，其实也没有正确理解。他有几点，就第一个，对于如何对待戒的问题，他心中啊还没有明朗的。第二就是要不要持戒，也是在疑惑当中啊，有的人就争论了，要持戒啊，不要持戒啊，往往都很疑惑摇摆。第三点，有的人还错解了，说，哎，我反正罪恶甚是凡夫，所以呢，戒我是吃不来的，一切就是放任，啊，这个当然也是不对的。那更有人呢说，那我这个没有办法，罪恶凡夫，如果让我这个持戒了，自我约束了，讲这些，这就是自立。你要反而讲持戒了。要讲约束了，这个谨慎三业啊，这个不是太自立了吗？这个是不是信心对阿弥陀救度没有信心啊？如此这些想法呢，都是不够正确的。我想呢，先就外界的质疑来说明六点。那么作为弘愿寺我们这个团体，我们并不是反对持戒，也不是提倡不持戒。如果这种观念好，那就不是基本的佛法，不是佛教徒了啊，不是政治正见，正确的语言。那我们呢是专修念佛，标榜的是一项专念的，我们不标榜持戒。这个不标榜什么意思呢？标就是一个标志啊，榜就是你像这个对外张榜告示一样，也就是说我们不以持戒作为我们的宗风和旗帜。我们不举这块牌，我们举的牌只有一块，一项专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我们所标榜的。但并不是反对，甚至呢说是鼓励不持戒，这就是邪见。
所以这之间呢是有它的分寸和区别。那么为什么不标榜持戒呢？啊，有六点。第一个就是为了宗旨鲜明，不混淆，不混淆。就说每一个宗派，他在度化众生，啊，这个团体，他只能有一块旗帜，这个旗帜必须鲜明，这样呢，受化的众生，他才能够呢，专心不二的跟随。你比如说禅宗，他就标榜，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这他所标榜的，啊，他是以这个标榜才可以相应根基的人得到就近法的利益。那作为我们净土宗呢，是标榜一项专念，所以为了让我们的宗旨鲜明，如果你两块旗帜、两个牌子，你到底是说什么？或许没有智慧的人，也讲不圆，也听不懂，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为了普摄群机，无遗漏故，就说念佛的法门，你有持戒，你有受戒，没有受戒，你出家在家。你有清净持戒，不能清净持戒，甚至是行善还是造恶，甚至是人道众生还是三恶道众生，通通的都在阿弥陀佛救度范围之内。所以为了普摄群机，没有遗漏的话，就不单提一方。如果我们提说要持戒，那么就有很多人做不到的人就怀疑说，那我能不能念佛？那既然持戒的不能持戒的，受戒的没有受戒的，甚至畜生人道的都可以念佛，他这样就是我们只谈你进来就好。比如说我们进到这个教室里面来，我们不能说出家人进来，那在家人站门口，你喊出家人进来，在家人他就不敢进来了，或者我们喊男生进来，那女生呢他就不敢进来了。那如果你讲一大堆，出家人进来，在家人进来，男生也进来，女生也进来，你不如直接喊大家都进来就完了，男人女生不都进来了吗？所以这里边不要分别，因为出这个持戒、有戒、无戒，出家在家都以念佛得度生死，是为了一个最大公约数。那我们就不特别标榜持戒念佛啦，或者是这个禅定念佛啦，啊，或者读诵大乘经典念佛啦，啊，我们不特别标榜。这样呢就可以普摄群机。如果你说一部分，那就可能摄机呢不普及。啊，你比如说有人喜欢坐禅，他就讲要坐禅念佛，那不能盘腿不能坐的，他就那我可能无分了。那有人喜欢读诵大乘经典，他也说呢诵经很重要，啊，诵经念佛，那不识字的人呢他也退屈了。那有的人很看重戒律，他就说呢要持戒念佛，那不能持戒的人他就觉得无分了。所以其实没有这样的分别的，那么这个大家都可以都应该来念佛的，这是一个普法共法。第三点呢，就是一向专念不杂行故，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如果刚才讲了，如果说我们在念佛之外另外标榜旗帜，或许大家觉得说专修念佛是不是往生不定呢？是不是一定要以戒律的功德才可以更帮助我们往生呢？这样的话就破了一向专念的这个宗旨啊，就甚至有可能落入杂行杂修，反而往生不定，这是第三点的理由。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所谓的救度下机显大悲故，就净土法门它本来是为那些无有力量，就说如果有能力持守戒定慧三学六度的人，他自然可以以三学六度解脱生死轮回。所以我们印光大师说啊，净土法门是特别法门，那么是为了不能修学三学六度的众生的根基特别开显的法门。这些人是持戒没有办法，没有力量做不到的人，那我们佛法当中有没有办法救度这些众生？那就净土法门说，那你念佛像观经，下品下生，下品中生，啊，下品上生，这个下品的众生三福修不来，六度谈不上，定善观更不用说。那么对于这样的众生又是到临终了，你有没有办法救度他？说有，那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净土法门它的本来的这个社教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度，当然虽然说三根普毕，但主要是为了凡夫，凡夫当中呢更是为了这个下列的卑劣的根基啊，三学无分，六度不可能修持的这样人，是为了救度这样的人来开显特别的救度法门。
他本来就不能够修学戒定慧了，你再跟他谈毫无意义，是救度下级显示迷途的大悲。所以像世界这个善导大师所说的，诸佛大悲于苦者，这是佛的大悲，特别怜悯。就比如说像一个人他已经双腿没有了，那么你跟他谈走路不是白谈吗？只有谈说你没有轮椅啊。就像还另外一个人，像这个我们中眼师，他眼睛不好，双眼自小就是失明一样，那你跟他看怎么说几点几离戴眼镜啊，这个是 1.5 的眼还一点，那么没有用嘛。那么你要救他的根基，比如说这个盲人，他要只要谈，只有谈你有没有盲文，是不是你手触摸的盲文，你跟他谈怎么读书没有用，他不是这样的根基。那像没有腿的人，你讲怎么走路怎么跳高，那你没有用，要么有车给他坐就行，没有车别谈。那么对于这个不能修学戒定慧的人，特别开的净土法门，连释迦牟尼佛啊，连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本愿当中，他这方面呢就要弥补我们的不足，所以他也没有谈。那我们当然是以这个规矩也不谈这些。那么至于说能够修学戒定慧三学六度的，他自然有他合适的法门，也有他合适的师尊来指导他啊，这就是法要应机，这是第四点。那么第五点呢，就是自知惭愧不轻细故。就我们说戒律，比如像我来讲，当然我并不说人家说就不好了哈，这是我自己感觉我是不好讲。就是我们这个你说哪一个法呀，对，你得有资格自知惭愧。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恶生死凡夫，这方面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做不来也做不到，也没有这个资格和身份来说。那么让那些呢有资格有身份的人说，别人谈禅，那你谈能行吗？你没有开悟，你叫别人指导，我指导你怎么开悟。就说你这样把佛法变为戏论，你自己禅是非常的高深，结果你不懂，你教别人怎么开悟，那要看你够不够资格。如果你够资格，你就可以开班授课带学生，那要看我不够资格，那禅就不要讲了啊。那讲天台，那你够不够资格，你看我也不够资格。那戒律够不够资格，不够资格。讲念佛，讲念佛还够资格的，那怎么够资格？救度的法门，任何人你只要念阿弥陀佛，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像病人一样，我当医生不够资格，当病人还是合格的。为什么？因为病得太差劲了啊，没有力量啊，只有靠医生来治。那这个医生治好我了，我就可以给你推荐，哎呦，某某医生治得不错，挺好。那我们不过是自己呢被救，然后推荐人家说这个念佛法门可以救度一切，像我们这样罪业深重也可以得救，这个我就无所谓资格不资格。那这个没有资格的话，是你把自己看大了啊，你把自己看的这个太高深了。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这方面呢不说，不是在贬低，反而是在赞叹。因为佛法很尊贵，不要你把它说的啊，你的行为就是我们是一种特别的赞叹，它太高了。好，哎，这个就是只有低低的在旁边，只有默默的惭愧，而不敢轻易的发表意见，也不敢轻率的细论的来说。所以要说就要珍重，要说就要力行。然后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是要常怀惭愧。那么这样不敢轻易轻触轻说的话，反而就是一个尊重啊和赞叹。这是我们那个态度啊。那第六点呢，就是让贤者就是让他贤者共成化故。就是我们佛教，我们每一个人，尤其到了末法时代，不要说末法时代，就唐宋时代的八大宗派也各逐一门，他也不能说他自己即使有这样的智慧他也不标榜。你像善导大师，他持戒很精严的，他目不看女人，他比戒律要求还很多，但善导大师他所标榜的旗帜也是专门讲念佛啊，他没有拿这个，即使做得到都没有说，何况我们这样的人，那就不要说了。那么让他贤者，就其他有贤能的人，比如说我们戒律当中，那么道宣律师，南山律的啊，他这个持戒精严，而且在这方面有专长，也是这方面他的使命他的责任，他是专家，他是贤德，让他来说比我们说的好。那这样大家共成一化，就说末法时代的众生啊，每一个人要度化这样的众生化，你就把你这个专精的这一行呢，这一个法门把它弘扬的彻底，这样众生呢都有一个
随着他的因缘，随着他的这种根基耗药，他可以有他的方向。也就像在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分工一样，那上街去很多专卖店啊，你专门做这个的，你专门做，把它做精致，所以做专业、做精致，做的特别的有成效，那么人家品牌就是顺这个品牌造出来了，就专门找你。如果什么都做，要有行行通，行行不通，行行精，行行不精。你做表的就把表给我做好，啊，瑞士表很好，对吧？啊，如果做这，你反正小汽车，那日本人也做得好，啊，那哪一个你把它做好做精了，你什么都会。现在你看也不是，现在你要做生意啊，做这个产业啊，反而是精专。那么在佛法修持当中也是一样，一定要有一个专精的精神。所以这是呢六点，第六点。那么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分，也是一个好像分工的一样。比如戒律，有人在讲，现在也有人在弘扬，说得很好的。他要弘扬戒律的话，必须在他的整个道场的设置，啊，他这个道场的风格，还有他的教学，还有他的这个整个的运行，他必须按照的做。人家有实习的东西，那像我们弘扬寺这样做，那怎么办呢？这个你念佛怎么来说呢？信众怎么来？你每天要去打嘴巴官司，那人家无法来说明他，所以他有他的这个功效，这就是一个定位。那么这样的法门，有人在说，我们就随喜赞叹，让他说，说得很好，啊，我们要学习，可以请这方面的有关资料，请这个专家来说明。那弥陀救度的法门呢，没人说，而我们就来说，要说得彻底，而我们说刚好跟我们的根基相应。所以这个是人人需要的法门，这也是我们本身啊，我们这个教团的定位所在。所以这六点呢，前面四点是就众生的立场来说的，第五点是就我们自己根基立场来说的，第六点呢是就大家配合教化共成释迦牟尼佛的教化来说的。第一点就是啊，宗旨鲜明，不混淆故；第二呢，为了普摄群机，无遗漏故；第三呢，为了一向专念，不杂行故；第四呢，为了救度下机，显大悲故。这是从机的立场。然后从我们自己本身来讲呢，第五点，自知惭愧，不轻细故；第六点呢，让他贤者共成化故。然后有这几方面来说明我们的立场啊，这是一个说明。下面就内部来说，我们对戒律到底什么样的态度来做呢？上面说了五点，我觉得特别好，那我也就是把这个呢，边念边跟大家共同学习。这是上人对六位新戒啊回来谢戒上人的开示。上人说：“首先恭喜大家受戒回来，成为一个如实的出家人。受戒是出家人最基本的身份代表，至少要受过沙弥戒或者释迦摩那戒。出家没有受戒，严格来讲不算是出家人。”然而我们是专修净土法门，对于净土法门的戒律观，我分五点说明。首先讲出家人，如果你没有受戒，那还不算，严格来讲不算啊。这就是戒法，是我们出家人的生命和身份的一个标志。所以为什么要受戒啊？啊，也有它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存在。那么净土法门怎么来看呢？上面说五点，第一个，第一，持戒不依戒。首先说明是要持戒的。那不然你受戒干什么？你做出家人干什么？不依戒，依就是不依靠，不依这个作为我们解脱生死的根本。那我们来看，持戒是出家人最基本的生活与修行。就持戒并没有什么，不要当做一个很了不起，它是我们基本的生活。你出家人，你说干什么？你素食这啊什么这个僧衣，什么独身，这个能谈得上受戒？这是你的生活基本上的。啊，就不要把它唱得很高。在佛陀时代还没有宗派之分，只要是出家人都要受戒守戒，以戒为本。佛教到了中国分为八宗，但八宗也都必须受戒守戒，受了戒就要守戒。八大宗派当中，所以八宗都是要这样，这是共法啊，共法。那在家居士没有受戒，那另当别论。那出家人都是要受戒的，受戒多少都要有守戒。八大宗派中呢，除了净土宗，其他宗派都是圣道门。
属于自立难行道，不是他立易行道。我们是净土门，属于他立易行道，他立就靠佛的愿力啊，易行就容易修行的这个菩萨道。道就是菩萨道，是龙树菩萨所判的。菩萨道有两种，一个是难行，一个是易行。那难行的菩萨道就是要三学六度的，那易行的菩萨道就净土门专修念佛的，那靠佛的愿力。比如我们出门你坐车，这靠车的力量啊，交通工具哪有手机，这就靠手机的力量。你要跑腿，你跑远啊，跑死你都跑不到。他在安徽，你去安徽找啊，你跑到安徽找不到他，手机马上就抓住他了啊，马上就联系到了。这都靠科技的力量，他力。所以靠他力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容易理解的。所以君子无他也，善加于物也。在这个时代讲他力，那简直是太明了了。那我们呢，在生活上啊，在这个生活的方便上面处处享受他力，在修行方面只是怕你不了解什么是他力，你要了解了你就非常快的成就他力一行道。那我们他力一行道是持戒不依戒，持戒还是要持的。那怎么叫不依戒呢？底下有解释。圣道门的各派各宗都要受戒持戒，而且要持戒清净，他不是稀里糊涂的随便讲持戒，要持戒清净，戒若冰霜。之后呢，还有不知道这里为止，由戒生定，由定发慧，戒定慧三学。如果你戒律不清净的话，你不可能有禅定。如果有所谓的定，是邪定啊，不是正定。由戒生定，这是正定，由定发慧啊，有般若观照智慧，那么由定才能生发起来。戒定慧是圣道门的修行过程，戒呢又是圣道门的基本功。你要圣道门自力修行，这是个基本功，基本功就是最根本的一个基础。所谓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一心持净戒，无上菩提的一个根本基础基本功，做到了也没有什么标榜，也离了生死还差得远，因为这是基本功。没有戒谈不上定跟慧。修圣道门是靠自力，靠自力修学戒定慧三学，三学成就而了脱生死，成就佛果啊，必须三学都成就，如果光是一学那还不行啊，还早。但是持戒清净很困难，没有戒呢则没有定慧，没有定慧则不能了生死成佛道。但是持戒还不能断烦恼的，它可以降伏。那么要断烦恼，定就能够，戒就是把它啊制服，定呢把它捆绑，慧呢把如果把这个烦恼当作敌人的话，戒是给它格斗把它制服，那么定呢是给它捆起来，那慧呢就是智慧的宝剑，就是啊断它的小命，那就是这个烦恼就断了，断烦恼。那你如果戒，我们都首先打了败仗，那你跟烦恼敌斗争首先就输了。这样呢，如果三学不能成就，也就失去了出家受戒的终极目的。所以出家受戒它有目的的，不是说我们在这里简简单单的一些形式做法，它的目的是要了生脱死成佛的。如果没达到，那这样就算没有达成目的。但是呢，即使持戒清净也还不是解脱，因为那只是基本而已啊，这个才是基本的，跟没有定慧，没有啊这个破见惑啊，降伏见惑，断除思惑，这个就谈不上。只有破了见思惑才出三戒，不然的话都还谈不上。戒是为了防非止恶，防止三业之中的身业与口业。而意业呢要靠定，当然戒有小乘啊大乘啊，也有微细的地方。不过总的来讲，戒是以外表看得见的身业口业来制服，那意业就要靠定。成佛那更要靠定和慧，也就是所谓的止观，定慧双持。对于净土宗的出家众来讲，也是要受戒守戒。那我们弘扬寺的师父们，你来剃度了啊，成为出家众了，当然
有必定有受戒这一回事，然后呢也有守戒这一个要求。但是呢即使持戒清净，也不靠戒的功德，所以不依靠戒的功德，不依靠戒到极乐世界。戒其实依靠它也到不了极乐世界啊，升天啊，或者下辈子做人。而完全都依靠弥陀的救度，依靠弥陀的名号。所以对于净土宗的出家众来讲，那么对戒律的第一条的态度就是持戒但不依靠戒。我们依靠什么？还是依靠六字名号。所以这个就有它的差别了。第二呢，持戒之精神。那么持戒不依靠戒怎么持戒呢？即使受了戒，不管比丘戒、比丘尼戒也好，沙弥戒、沙弥尼戒也好，我们能做到吗？我们做到又能做到几分呢？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的，但并不是说一点点做不到，做到的只有一点点。老实说，如果能够不犯根本大戒，可说已经是阿弥陀佛了。看来上人什么都知道，哪有不知道的？他老实讲，能够不犯根本大戒已经阿弥陀佛了。事实说来，即使受了戒，我们也是有意无意的在犯其他的戒，甚至根本大戒。现在的众生的根基，你要求他能做到怎么样呢？所以这个大德善知识啊，佛菩萨都很慈悲，尤其这个法门，戒是佛陀2500年前在印度，随着当时的时节因缘，也就是当时的人事境物而制定种种的戒律。现在时空遥隔这么久，这么远了，虽然有很多戒条未必适合现代与适合当地，因为戒嘛，它有它的就有根本的精神是常住不变，但是细细的规则往往随着时间地点不一样就变化了。比如当时印度的时代就有它的特点，有很多跟出家人的生活跟印度那个时代的风俗相应的，那拿到我们汉地来可能就不适应了。比如说印度天热穿衣的讲究，还印度人这个夏天水的地方比较多，用水的讲究，还有很多进人家家庭里吃饭的讲究，做的讲究，那跟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比如偏袒右肩，我们中国人现在你就很难接受，脱钵啦等等，就很多到了这样的环境气氛当中又不一样了。那等到现代呢，有更多的变化，但基本上大部分还是我们应该遵守的有些细微的地方有佛陀细小戒可以舍，但大部分我们还是应该遵守。可是呢，其实我们还是也做不到。那印光大师专修净土法门，对净土法门的戒律呢做了一个戒律观，很简单但是很扼要，就是八个字：初持众戒，老实念佛。就这个根本戒最重要的几条，所以五戒是最跟这个一切戒当中呢最基本的。初持就是你要细细的讲究的话也做不到的，但是大致上我们能做到，上人说这个就阿弥陀佛了就很好了。那么然后呢就老实念佛，这个就是净土宗不论出家在家所应该遵守的。那我们在家居士可能有的没有去受五戒的，虽然没有受，也可以拿着五戒来对照自己，看看能做几分就做几分，粗持然后呢叫惭愧来老实念佛。也就是说，可是我们还会有意无意的去犯。什么叫有意呢？有意的就是说你知道，但是呢放任烦恼逼迫没办法了，这是有意的，当然不好。无意的就是说哎呀这个成了习惯，自然就犯了。那怎么办？一方面戒是2500年前所制定出来的，一方面我们又做不到，所以就是要持戒的精神，细微的、细节的、严谨的根本做不到。那么精神上、主体上，所以粗持就是把握它的精神应该怎么做。也就是说持守戒的精神，戒的目的
如果我们懂得戒的精神和目的这样去做的话，那就差不多啊，就能够相应。目的在我们怎么样？戒的目的是要我们生活简单朴素，要过简单的生活，朴实的生活。比如戒律说三衣一钵，来到旱地里边，冬天很冷，你也穿了三件衣服啊，冻得发抖。那目的说不要贪求过多的衣服。那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衣柜里边衣服藏得很多，那这样就不符合戒的精神。你要去打点它，浪费信众的信施，多件物品就多了一个挂一个心思。有的人很喜欢收藏很多东西，古钱币啦，什么古董啦，什么瓷器啦，什么好的茶叶啦，往往啊，这个时候你就心不平静了。哎呦，虫子把你茶叶咬了，你哎呀，我多少年的什么茶，现在你搞得不好了，烦恼，这个就自己找烦恼，这个都不符合戒的精神。所以让我们生活呢简单朴素，戒要我们恒常关心，防非止恶啊，这也是戒的精神，要观察我们内心起了邪念了、妄念了，要把它输送回来。那我们念佛其实也是有这样的功效，一旦起了不好的念头，立即来念佛，要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就掌握这个精神，体会这个精神。既然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不管戒律有规范到的条文也好，没有规范到的也好，凡是恶的，凡是非的，凡是在此时此地此人，现在的时间时段，现在的空间环境，现在的人事，不应该做的，即使戒律上没有规定，我们也不可以去做。这个就是把握着戒的精神，持守着戒的精神啊，并不是死板的退。戒律里边有的很细的，你怎么避守啊，怎么出到人家里啊，那中国有中国人的礼节啊，印度印度人的礼节啊，有的礼节在比如像西藏的话，磕大头那个礼节，我觉得在汉地似乎有点不适宜。有一次啊，人家老先生抱我一荡到什么，可能是活佛了，啪一来了面后，嚓一个磕，把我吓一跳，怎么搞的？你怎么突然晕倒了？而且我当然了，这个藏地可能挺好，就中国在汉地来讲，我觉得磕大头一下子躺在地上，特别一个女众一下躺在地上，我不知道，我站着我就觉得感到好像很不自在。你问讯一弯腰就不得了了，再磕下头我就已经是诚惶诚恐了，啪躺地上，让人感到很贸然很突然。如果我事先没有看过电视，不了解有西藏磕大头这么一个如果不了解这么一个情况，你来给我来一下子，我肯定给吓了，我肯定给吓坏了，这怎么回事？这个你这个就是环境因缘不一样，也就是礼节不一样了。他不然戒条里边有很多已经不合现在的时空，我们要怎么去遵守呢？所以就说要持戒的精神。关于这一点呢，我想补充说明一些。说戒的精神怎么理解？戒的精神第一个就是深信因果。这个戒律啊，其实就是因果的一个条文化，甚至我们世间的法律也是因果的条文化。你比如你犯了什么罪，就判你三年五年十年，他凭什么叫判坐十年牢呢？他就是因果嘛，你造了这样的因就有这个果报，他凭什么？就是凭你造的业。可以讲我们世间的法律也是因果的展现，因果很细微的，非常细微啊！你再犯多了，再犯多了，给你罪业更重，这就犯了因果。那么这个戒律，你是持守这个戒就有福德，甚至升天，那凭什么呢？因为因果。所以因果是个大的原则，它没有规定细到说，但戒里面就很清楚了。你犯了一个什么突击罗，你犯了一个什么十亿罪啊，下地狱都是多少劫，九百万劫是多少万年？哇，这是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吓唬人啊？佛陀不会来吓唬你的，他佛陀了解因果的维系的东西。你犯了这个，你就是这么多时间下去受罪吧。那么你修持的好，你就升天多长时间享福福乐换来的。所以我们深信因果，这就是把握戒的精神。那如果真的深信因果的话，就会谨小慎微，不会故意这个造恶，我们就会谨慎。哎呦，这个不能做，这个做了会有恶果啊，会有苦的果报。
所以一切呢都是从这个大的原则和原理上来出发的，戒律也是如此啊。这个大家呢我们净土宗讲身心因果啊，三福当中的第三福第一句就是身心因果发菩提心。那么从它反映在生活当中的这个效率来讲，也就是简单的生活，平静的心，这是戒律给我们指导的。刚才简单的生活我们说过了，生活越简单，这个人越符合戒律的精神，越复杂越不符合。不管是吃住穿啊，你简单的话你就过得安乐，你复杂你就不安乐，叫简单的生活。简单的生活要会享受啊，当然个人根基不一样，有的人要住黄金的房子，我就不喜欢简单，我的床要怎么怎么样复杂我才能睡得着，不然晚上睡不着，那就是你的问题。那平静的心啊，要会享受平静的心，心平静，平就是平和安静，平等平常，这样呢就戒律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作用。那如果心不平静，就一定会情绪化，一定会烦恼，一定会身心不安，这就离开了戒的精神。戒是调伏，戒是清凉，这个调伏了，你心里面这样平和柔顺了，心自然平静了。所以我们的同学们在任何时候你都要观你的心，你的心是不是平静啊，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你别发脾气，发脾气其实对自己不好啊，对人家当然也不好。那另外我们宗风里面所讲到的惭愧、谦卑、柔和啊、恩慈，这个都是戒的精神。有惭愧心，知道这些我做不来啊，不是高慢的说哎呀看我持戒很好，那就反而不符合这个戒的精神了，所以要有惭愧。那谦卑呢，就是放下自己啊，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那柔和当然不粗暴，恩慈这个惭愧谦卑啊等等，相应于止，戒有止持和坐持。止就是说不好的叫制止，坐持呢好的要去做，所以对他人恩慈体贴，就是我们好的要去做，恩爱他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这叫恩慈啊，这也是戒的精神。这是呢这几条是我们对戒的别德意义啊，就是分别的德目，这也属于戒的精神。比如简单的生活，平静的心啊，它是个总的效果啊，这有几条。那同时我们激发两种身性也是我们净土法门的特质。比如激身性，有激的身性的话，它就能调伏不骄慢，能够清凉不刚犟，因为身性自己罪恶甚是凡夫，这样我们的心呢就调顺了，没有骄慢的心，这也符合戒律。那同时呢法身性，就像这个大乘梵网经所讲的，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性，戒品已具足，那也是呢我们法身性深信自己罪恶凡夫，但是念佛决定可以往生成佛，如果抱有这样的信心，那当然也符合戒的精神。所以这几方面呢供大家参考来了解戒的精神。下面第三点，戒如照妖镜。我们每个人要不要照妖镜照一照啊？照妖镜，说我又不是妖怪，我干嘛要照妖镜啊？其实我们都是妖怪，一照现出妖怪的原型了啊！孙悟空有个镜子一照，马上这个三大白骨精里边什么都照出原型出来。妖怪有时候会伪装，但是照妖镜一照就伪装不出来了。我们也会伪装啊，伪装成人天师范，照妖镜一照原来不是的，假的，对不对？当然不是说我们故意伪装啊，是我们自己啊，他缺乏这样的一个德行羞耻，同时呢，也是有些不了解。我们面对戒条，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犯，可是当我们有心去持守，才发现我们无力持守。如果不对戒条你是看不出来的，一对你发现哎呀，我都做不到啊。所以戒呢，它的戒条无形当中就像一面照妖镜，照出我们凡夫的本性本来人。你出门涂抹化妆是可以的，一照卸妆之后什么样子，哎，斑斑点点都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本来人本来面目通过戒的镜子一照原来是这样的，这是你的本来人
啊，人是这样的，人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坐的要端正一点啊，结果自己在房间里面就不坐那么端正了啊，叫大腿翘二腿了，那也正常的，对不对？人前人后差别何其大也。但是这个也是人之常情了啊。善导大师在《观经疏》里说，我们都有佛性，可是呢，垢障附身，无有显照。就是说我们的罪垢业障把我们的佛性深深的盖住了，显示不出来，叫无有显照。又说我们是罪恶生死凡夫，无有出离之缘。那佛性显照不出来，罪恶生死凡夫没有办法，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可能靠自己处理生死轮回，那岂不是要永远的在六道轮回吗？所以这两句话可以说是惊天动地，惊心触目。有佛性，可是被贪嗔痴深重的覆盖着，无法显现，那么样的话注定永远没办法成佛的。你有佛性，你盖住了成不了佛。现在又是罪恶生死凡夫，没有处理之缘，那肯定要永远在六道里边。六道里面得生人天是很稀少的，往往都是在三恶道，那岂不让我们仰天覆地，嚎啕大哭，甚至无声无泪，无法形容的伤痛至极。所以看到这两段法语真的是惊天动地，触目惊心。我想哈，真个能够惊天动地触目惊心的，也是要你心有那个敏感度，如果没有那个敏感度，听到等于没听到，那这样就是根基比较迟钝啊，不锐利。如果根基敏感锐利的话，一看到说哎呀，我是罪恶生死凡夫，无有出离之缘，而且虽然有佛性，垢障附身，无有显照，哇，那怎么得了啊？那就会追求这个出离之缘啊，就会来追求相应的法门。那么善导大师所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真的没有出离之缘？我们以戒律来检讨我们的身心，就知道大师所说的没有错。所以戒啊，就好像照妖镜，戒我们持不清净，即使持清净了也不能解脱。也就是说，戒是世间法，五戒、十善等等这些哈，还是世间法。世间法不能解脱，出世间法我们更做不到，所以注定我们无有出离之缘。所以有受过戒，了解了戒的条文，才晓得我们是罪恶生死凡夫。那这样怎么办呢？有这样的深信，这样的罪恶观，就能够很容易的体会弥陀的悲心救度，而全身心通身靠倒弥陀的救度，成为激发两种深信的念佛人。所以说戒就好像是照妖镜，不过我们先拿了照妖镜照一照，然后也要拿一个照佛镜照一照，一看一戒律照，哎呀我真是妖怪，再拿那个六字名号激发良生一照，哎呀我可以成佛，这样你才可以解脱。光照妖镜也不好看，所以这个六字名号啊，这个激发良生身性经常照，就能把妖怪变成佛啊。所以是法照大师讲的嘛，但是回心多念佛，能令瓦砾变成金。我们各位同学们啊，我们遇到念佛的法门，我们在这个末法时代能够有机会出家，善根是很深厚的，大家都是很了不起的，我是非常赞叹啊！看见每一位我的心里边都非常的随喜。那么这样的善根让它增长，成佛并不难。所以有难行道也有易行道，如果讲到单独讲难行道，那当然很难了，哎呀，三大阿僧祇劫。可是现在我们有易行道啊，容易修行的菩萨道，就念佛成佛啊，这个很容易理解的。那特别像现在这个时代，只要我们拿手机，马上想到说这就念佛法门的科学示范。为什么？你看这个手机的信息，手机的信息弥漫在空中，你收马上就出来了。阿弥陀佛的六字名号，慈悲的救度弥漫在虚空当中，是法界之声。那如果我们心中信顺念佛，当下念佛就印在我们心中，这个非常简单。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讲念佛法门哈，我们是还回归到正题。第四点，总共五点，下面第四点，往生慎持戒。往生是果，念佛是因，
也可以讲念佛胜过持戒。若念佛往生，在家能胜过出家；不念佛往生，你出家还输给在家。当然，如果统统是念佛的话，出家还要胜在家，因为我们都念佛。不过他出家可以更多利益众生了。意思是说，能够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在家人就胜过出家人；不能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即使出家人你持戒清净，乃至高僧大德，都不如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为什么？因为往生极乐世界不但脱离轮回，而且能够成佛。那么你在这个世间，你是高僧大德，是大法师，你大禅师，能开悟，说法如雨，天雨妙花，但是能成阿罗汉吗？能成佛吗？那还差得很远，那还不如一个在家人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这个法门的殊胜。持戒的目的是为了奠定基础，进一步的修定发慧，目的是要了生脱死，但却由于不能持戒清净而不能了生脱死，还有下一辈子，还有轮回，这样危险就很大，甚至往往堕落三恶道。所谓从天生地狱，亦是人生万劫难复。佛袈裟下是人生，重得人生有几人？往往不是铜床铁柱，就是牛胎马腹。这个轮回是不会看你面子的。没说某某人啊，你在世间出家几十年了，都是老和尚了，人家很尊重你了。那你如果持戒不清净，三业没有这个见思惑没有断，还是要去轮回的。阎罗王不会给你面子的。这个我们当然不是说出家功德不殊胜，也不是说持戒功德不殊胜，只是说就究竟的目的来讲，要达到目的才完成我们出家受戒的这一个光荣的目标使命。不然呢，我们就要有另有方法。所以啊，虽然出家可贵，受戒持戒更可贵，但对我们来讲，最高无上可贵的就是善导大师所讲的一向专称弥陀佛名，而切愿往生弥陀净土，这是最高无上的可贵。因为这个能救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佛，成佛是最尊贵的。如果不能成佛，虽然可贵，还是次一等，乃至次二等、三等、四五等啊，甚至只是在人间可贵。到三恶道也可贵吗？到六道轮回也可贵吗？到天上也可贵吗？相对三界之外阿罗汉也可贵吗？那就比不上了。甚至有的是在今生可贵，来生就不可贵了，因为不能解决来生的问题。甚至人前可贵，人背后就不可贵了，因为那是表面装出来的。甚至白天可贵，晚上不可贵了，因为白天在人面前，晚上自己问心一问一想，哎呀，我还没做，确实不行啊，这个就可能会耗费信众的信施。其实我们没有这样的德啊，枉耗信施，这样就不可贵了。观经说，若念佛者，即是分陀利花。佛陀以分陀利花赞叹念佛的人，而不以分陀利花赞叹其他的，比如说受戒守戒的人。当然受戒守戒有他的功德，佛也有赞叹，可是就往生西方来讲，佛赞叹念佛的人是分陀利花，也就是大白莲花啊，也就是说决定成佛的身份和资格。无量寿经里也说，岂有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未得大利，则是具足无上功德。念佛能具无上功德，能够得到大利，但是持戒不能得无上功德。说啊，持戒得不到无上功德，如果我发菩提心持戒啊，如果我持戒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清净，难道不得无上功德吗？那是的。如果你持戒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清净，你已经成佛了，你当然得不上功德了。只是说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啊。那我们还是就我们这个实际的身份来说话，你能做到哪一分？比如不饮酒，你就是不饮酒嘛，那么你得到无上功德了吗？但是念佛不一样，得无上功德，可以往生成佛。第五点，贤能非戒腊啊，这是我们这个团体的做法。净土宗的教团是以贤能为主，贤就是品格、品性、修为、修行，能就是能力，思维的能力、语言的能力、
办事的能力，我们是一贤一能，即所谓的显贤育能，讲信修睦，不宜戒腊。这主要是讲执事，是以你有这个贤德啊，有这个出众的能力，就选他，推举他，不是靠单单的靠这个身份混一个时间久啊，资格老。那如果无贤，没有贤德，没有能力，那就不能为大众服务，也不能够呢品行道德服人。那这样呢，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也就是说，净土宗是讲平等的，所谓五乘其入，不分是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也不分在家，也不分在哪里出家，只要进到我们这个道场，每个人都是常住众。像弘严寺就这样，来到这儿住都是你有一份，彼此平等平等。所以呢，不分男众女众，也不分出家长出家短，受戒长受戒短。你出家十年，受戒十年，那他出家，但是他的根性品性贤德能力超过你，你什么不如他，你就要受他的这个指导啊，受他的领导。也不看你受什么戒，都不分这些，只要是贤能的都能普受敬重，获得重用，职位呢就排在前面。这个就是我们的观念与做法啊。当然在一些排位子的时候，那当然出家人排前面，在家人排后面啊。当然有些比如说开会啦，那么会场主席台未必你出家人就一定坐前面啊，他还有别的一些人啊，领导啦，或者我们在这个执事的主要会议上担任主要执事的，那么在虽然出家众你是轻重，也没有对这个团体做出重大的贡献和出色的能力，他虽然是居士，但是能力很超强，那做很大的贡献，那么他就在前面。受戒之后啊，才晓得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无有处理之缘，垢障附身，净体无有显照，即使持戒也持不清净。就像道绰大师所讲的，纵有人天果报，皆为五戒是善，能招此报，然持得者甚稀。道绰大师所处的是隋唐佛教黄金时代，能够持得五戒是善的人都已经很少了，何况是末法时代呢？所以我们就联想到莲池大师所讲的，说莲池大师是明朝人，说在我所住的杭州城当中，如果有人下一辈子能够做人的话，那他就是一个大修行人了。能够做人就持五戒，基本能持五戒的话就算大修行人了，整个杭州城找不到一个两个，很少几个。所以这是一代，就是时代的问题。末法时代，无论出家在家，若论起恶造罪，何以暴风持雨？如果讲起恶心恶念烦恼造罪业，那就像刮大风下大雨一样猛烈。所以对我们出了家受了戒的人，更应该要有惭愧心、谦卑心，这样的话就回归到我们的宗风，对弥陀恭敬信顺，对他人恩慈体贴，对自己呢谦卑柔和。受戒之后更要尽量的对他人恩慈体贴，对自己谦卑柔和。我想到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当然不太好，但是呢能够说明问题。有一位出家师父啊，他其实对自己要求也是蛮严格的，可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受戒，所以他感觉有个居士呢就对他讲话也不是那么很客气，他想这都是因为我不是大比丘的缘故，所以现在我也没有办法。有一天他受完戒回来了，那这个居士呢还是还像以前一样对他说话，哇，这时候他就恼火了，因为他感觉我是大比丘了，你居然敢这样对大比丘说话，哈，所以他这个声调马上提高了。其实我们倒不要这样，我们受完戒之后回来更要对他人恩慈体贴，更要做夹着尾巴做人，这才代表你受戒回来成功的。不要受戒回来以后，我现在大比丘了，当初我之所以忍气吞声，是因为我是小沙弥，小沙弥小虾米小虾子的，我不敢对你说硬话，现在我大比丘了。不要这样，我们反而就是夹着尾巴，尾巴夹得更紧一点。受戒回来了更要对他人恩慈体贴，对自己谦卑柔和，同时呢要让位归公，分愿共过。
就是把美好的名声、德行、功劳、利益让给对方，让美归功；把不好的、怨恨的、不白的、不名誉、不凡不好的、过错的、过失的、受人家怨嫌的，那么呢，给人家分一部分，分怨共过。所以，对中锋所讲的，对他人恩慈体贴，对自己谦卑柔和，让美归功，分怨共过，希望大家能够彻底的学习，尽量的做到，这个是没有底线的，我们都在做，都在努力。受戒回来了，不管男女老幼，至于贤烈，都是人天示范，哇！但实在很惭愧，一点都称不上。受戒回来了，大比丘了，是人天示范了，我们是人天示范吗？人家就向我们学习吗？一点都做不上的。但至少呢，要像宗峰所讲的，凡事守大体，有分寸。我觉得这两句啊，其实是很好的，学问也很深，守大体有分寸，这个能做到也是很不容易的。守大体，也就是说这个根本上你能够坚守得住；有分寸呢，就在分寸上能把握的恰当好处，这个不太容易做到。当然，至少我们要守大体。有的人讲话，有时候讲话、行为、做事就没有守住大体。你比如说，弟子跟师父怎么说话，这是有大体的。即使师父不对，你能够像师父训弟子一样呵斥吗？这就到了，这就大体没守住，分寸也错了。比如孩子对父母，上次我们讲了啊，这个要应该怎么样呢？视父母己见，还要呢敬而不为，劳而不怨，这就是大体和分寸。那我们对我们的法师同学，对于法师授课，那我们要敬重敬爱，这也是大体啊。所以这个大体分寸要掌握好，安守自己的本位本分，而在思维上要得体，要守大体有分寸。这个思维上怎么叫得体呢？就是该想的就想，不该想的不要乱想。你失去这个大体，你就是受罪了。在言语上也要得体，要守大体有分寸，在举止上也一样，思维见解、为人处事都要守大体，不要胡思乱想，不要起情绪。如果能够平静理性，就能够生长智慧，就能够晓得应该怎么说怎么做。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平静理性的话，他的智慧自然会生长。所以要定发慧，我们即使没有禅定，但如果你的心性平静理性，那么你针对事情该怎么做怎么应对，就会拿捏的比较恰当。你看一个人失去平静的心，很不理性，很情绪，旁边的人看好的感觉，你看脸红脖子粗的，在那里烦烦恼恼的，人家一看都不愿意跟你打交道，很害怕，你像炸药包一样离开你远一点啊。做事呢很糊涂，就让人家，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要保持平静的心。我们持戒受戒不是为别人受的，是为自己受的，为自己守的，自己会得利得好处。你上人呢就讲了这么五点啊，那么这五点对我们很重要。这五点我们讲持戒，持戒其实跟我们最近所学的第十八愿讲话也是有相通的地方，就是它属于一指门的内容，是属于唯足五逆诽谤正法这里边的含义。在无量寿经里边三毒五恶断的内容也含有它的基本意义存在，所以它也属于呢宗风俗地的内容。那不过以圣道门的修行来讲，它是以发菩提心，然后有戒生定，有定发慧，它属于真谛的内容。那以我们净土门来讲，真谛就完全依靠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佛往生。那俗谛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实际上有列出十条，其实也含着戒律的精神。好，我们来把它稍微总结一下。有五点，第一点，我们是持戒但不依靠戒。第二，持戒是持戒律的精神，掌握它的原则啊。第三，要晓得戒是照妖镜，增加我们的机身性啊，不可高慢。第四，要牢牢地把握住念佛往生的根本，
晓得念佛往生胜过持戒。第五点，在团体当中，在和大家交往当中，不要显示自己这个戒腊或者我出家时间长短，而是以尊重对方的贤德和能力啊，就是戒腊，这个贤能非戒腊。关于这几点呢，上人开示给我们的应该非常的受用，希望大家听到之后呢，多多思维。一方面恭喜大家，当然一共受过戒的成为人天师范了啊，大比丘，所以那么成了之后呢，更要这个对自己谦卑柔和，对他人恩慈体贴。那将来要出去受戒的，也同样的这篇开示仍然适应我们。好，谢谢大家，让大家辛苦了。